好，继续开会，我们现在开始宣读提案。请各位参照手边的条文对照表第13页，行政院提案名称政治档案条例，由委员尤美丽等23人提案名称政治档案法，委员林敬炫等18人提案名称政治档案资料保护法，委员林长佐等20人提案名称同行政院提案。第一章委员尤美丽等23人提案第一章章名，委员林俊宪等18人提案第一章章名，委员林昌佐等20人提案第一章章名皆为总则。行政院提案第一条，为办理政治档案之征集、整理、保存、开放应用、研究及教育，特制定本条例。委员尤美丽等23人提案第一条，为建立符合转型正义精神之政治档案开放应用制度，并推动关于228事件及国家总动员、戒严及动员抗战时期之历史研究与公民之转型正义教育，以铭记威权历史因鉴，促成社会和解，特制定本法。委员林敬炫等18人提案第一条，为拟评过去威权时代所造成的政治受难者伤痛，建立吻合转型正义的精神，透过立法途径，将威权时代所遗留下的政治档案明令保存、揭露及运用的要件、性质跟程序，透过历史资料的完整公开，以短暂的伤痛取代不愿承认或是面对问题的永恒伤害，同步动关于228事件及国家总动员、戒严及动员抗战时期之历史研究，促成社会和解，特制定本法。委员林长佐等20人提案第一条，为建立符合转型正义精神之政治档案开放应用制度，并推动关于威权体制国家总动员、戒严、动员抗战时期以及228事件之历史研究与公民之转型正义教育，揭发真相并促成社会和解，办理政治档案之征集、整理、保存、开放应用，特制定本条例。行政院提案第二条，本条例之主管机关为国家发展委员会，政治档案之征集、整理、保存及开放应用事项由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办理之，政治档案之研究、出版、展示及教育推广等事项由文化部会同相关机关办理之。委员尤美丽等23人提案第二条，本法之主管机关为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本法关于政治档案征集与官方研究之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为总统府国史馆。委员林敬炫等18人提案与第二条与委员尤美丽等23人提案第二条相同。委员林昌佐的20人提案第二条，本条例主管机关为行政院所设之专责档案中央主管机关。行政院提案第三条，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一、政治档案指由政府机关构政党附属组织及党营机构所保管，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至81年11月6日止，与228事件、动员抗战体制、戒严体制相关之档案或各类记录及文件，以财政机关购置档案一适用之；二、档案当事人指政治档案中遭逮捕、调查、侦查、起诉、通缉、审判、执行之人；三、政府机关构指中央、地方各级机关、行政法人及受政府机关委托行使公权力之个人、法人或团体及各级机关设立之实试验、研究、文教、医疗等机构、裁判法人或公民事业机构；四、私人文书指政治档案中之私人书信、日记、遗书、手稿、照片、录音、录影、电磁记录及其他与公权力行使无关之文书，或未公开发表著作等，但与政府机关构往来之文书及侦查、司法诉讼或监察案件之证据，不括在内。委员尤美丽等提案第三条，本法用词定义如下：一、政治档案指系由各国家机关、中国国民党及其党营机构及行政院所设裁判法人228事件基金会所保管，自民国34年10月5日中华民国政府接管台湾至民国85年5月22日废止惩治判断条例之间，与228事件国家动员总动员体制、动员抗战体制及戒严体制相关，尤其涉及当时镇压、调查、侦查、自行拘禁、起诉、审判、执行之国家机关组织人员组成、程序及司法判决与国家总动员业务执行之档案正本、副本、档案汇编及档案资料库；二、档案当事人系指前项政治档案中包含其个人资料之人，但档案资讯显示符合下列各款要件之业务或事件之负责人或参与人，并非本法所称当事人：一、任职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各级行政及军事机关，且负责或参与镇压、调查、侦查、私刑拘禁、起诉、审判执行者；二、任职于原惩治判断条例第十条所称军事审判机关，且负责或参与镇压、调查、侦查、私刑拘禁、起诉、审判执行者；三、任职于原抗战时期减速匪徒条例第三条所称治安机关，且负责或参与镇压、调查、侦查、私刑拘禁、起诉、审判执行者；四、任职于原国家总动员法第二条所称国民政府及其所属之行政机关，且负责或参与国家总动员业务执行者；五、原抗战时期减速
匪谍条例第四条第一项所称之告密人与检举人；三、公共机关指依法行使公权力之中央或地方机关或行政法人；四、非公务机关系指请款以外之自然人、法人及社团；五、个人资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护照号码、特征、指纹、婚姻、家庭、教育、职业、病历、医疗及因性生活、健康检查、犯罪前科、联络方式、财务情况、社会活动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识别该个人之资料；六、档案应用系指档案阅览、抄录、复制档案资讯之传递及其他方式之加工与利用；七、档案之保管单位系指保管政治档案之各国家机关、中国国民党及其党营机构及行政院所设裁判法人二二八事业基地基金会。委员林清炫等十八人提案第三条，对照尤美女等二三人提案第三条，除第一款政治档案修正为政治档案资料之外，及第一款中断将国家总动员体制删除，及第六款档案之资讯传递后增列得利用数位化、得利用数位化等六个字之外，其余条文均相同。委员林昌佐等二十人提案第三条，本条例用词定义如下：一、政治档案指由政府机关构政党附随组织、党营机构及非政府机关构所保管，自1945年8月15日起至1992年11月6日止之下列事件档案、档案副本、档案汇编、档案资料库或各类记录与文件，其包含已裁撤机关之档案：一、二二八事件；二、国家总动员体制、动员宽容体制及戒严体制下出现内乱罪、外患罪、惩治叛乱条例或抗战时期减诉匪谍条例，涉及筹划、镇压、调查、侦查、起侦诉、追诉、通缉、执行之事件；三、违反自由民主宪政、侵害人权或对国家社会具有重大影响之政治事件；二、档案当事人指政治档案中包含其个人资料之人，但档案资讯显示符合下列各要件之业务或事件之负责人或参与人，并非本条例所称当事人。以下条文皆与尤美女等二三人提案第三条第二款第一目至第五目的文字相同，为增列第六目。六、其他违反自由民主宪政、侵害人权或对国家社会具有重大影响之政治事件之家人或参与者或执行者，第三款与行政院提案第三条第三款相同。第四款，非政府机关构指政府机关构政党附随组织、党营机构以外之自然人、法人及社团。第五款除但书规定之外，其余与行政院提案第三条第五款相同。但书。但下列并非本条例所称私人文书：一、与政府机关构往来之文书及侦查、司法诉讼或经查案件之证据；二、现任及曾任公职或党职，且于威权体制、国家总动员、戒严及动员抗战时期，或违反自由民主宪政、侵害人权或对国家社会具有重大影响之政治事件中具有影响力；三、政党附随组织、党营机构之政党案。委员尤美女等二三提案第四条，关于政治档案之开放应用、征集与官方研究，优先适用本法规定。本法无明规定者，适用档案法、个人资料保护法、政府资讯公开法之规定。政治档案之开放应用，应兼顾档案当事人之隐私权、资讯自由与转型正义研究和教育之法益。档案当事人、公务机关、非公务机关对于所获得政治档案资讯之应用，不得违反其他法律之规定。国家会推动关于二二八事件及国家总动员戒严及动员抗战时期之历史研究与公民之转型正义教育，附有政绩相关民间档案，建立政治档案数位资料库，编转政治档案汇编，补助相关学术研究及出版相关研究成果之责。委员林敬炫等十八人提案第四条，对照尤美女等二十人提案第四条，除了第一项据首及第二项中断、第三项中断政治档案修正为政治档案资料及第二项中断转型正义研究修正为相关研究之外，及第三项中断数位资料库修正为数位影像之外，其余条文文字皆相同。委员林昌佐等二十人提案第四条，关于政治档案之征集开放用，优先适用本条例规定。本条例无明规定者，适用档案法、个人资料保护法、政府资讯公开法之规定。档案当事人、政府机关构、非政府机关构对于所获得政治档案资讯之应用，不得违反其他法律之规定。第五条，国家应补助或奖励本条例相关之学术研究、出版、公民教育以及建立政治档案数位资料库、编转政治档案汇编。第三条第二款，但说各款所称之业务或事件之负责人或参与人，或该负责人或参与人为成员之法人或社团，或以该负责人或参与人名义成立之社法人或社团，不得接受前项补助或奖励。委员尤美女等
二三天第五条，本法第三条第二项但书各款所称之业务人或司机之负责人或参与人，不得担任下列各款职务：一、本法第六条咨询委员会之成员；二、政治档案之保管单位之人员及依本法第十六条主管政治档案征集、整理、研究及出版之机关公务员；三、行政院所设财团法人二八实践纪念基金会成员。政治档案之保管单位于管理档案时发现担任前项各款职务者，由本法第三条第二项但书各款所称业务或事件之负责人或参与人之背景经历，应主动通知各该机关或基金会。委员林金炫等十八人提案第五条，对照由美女委员提案第五条，除了第一项第一款咨询委员会修正为政治档案资料保护委员会及第二款据首政治档案修正为政治档案资料及增列第四款。四、行政院所设财团法人纪人时期不当叛乱及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成员条文，其余皆与委员尤美女等提案相同。委员林昌佐等二十人提案第六条、第三条第二款但书各款所称之业务或实践之负责人或参与人，不得担任下列各款职务：一、本条例第七条咨询委员会之成员；二、本条例第八条政治档案访查及征集小组之成员；三、依本条例主管政治档案征集、整理及出版机关及第四条研究机构与公社、财团法人之公务员、约聘雇临时人员、雇员等；四、与签款以外之政府机关构负责管理档案之职务；五、档案法第三条国家档案管理委员会之成员；六、行政院所设财团法人二八世界基金会成员或其他专责从事威权体制、国家总动员、戒严及动员抗日时期违反自由民主新政、侵害人权之历史研究与公民转型正义教育之公社法人成员；政府机关构于管理档案时发现担任前项各款职务者，由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但书各款所称业务或事件之负责人或参与人之背景经历，已主动通知各该政府机关构。委员尤美女等二三提案第六条，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应设政治档案咨询委员会，负责协助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办理下列事项：一、制定政治档案开放应用及公开使用之标准；二、依本法第九条及第十一条规定，做成政治档案应否开放应用之个案决定，咨询委员会依前项第二款做成开放应用之决定时，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不得为不利之变更，仅得已请咨询委员会再行审查，再行审查以一次为限。该委员会由九名研究威权统治、转型正义等相关领域之专家学者、档案管理专家学者及受难者家属代表组成，受难者家属代表至多三人。委员会成员由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报请行政院核备后聘任，解聘时一同，任期四年得连任一次。政治档案咨询委员会之成员自任命时起，对因职务而获知之非公开资讯有保密之义务，该保密义务不因成员之任期结束而解消。政治档案咨询委员会设置要点，由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定之。委员林金炫等十八人提案第六条，对照由美女委员提案第二三提案第六条，除了第一项中断及第四项据首、第五项据首，将政治档案咨询委员会修正为政治档案资料保护委员会，及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政治档案修正为政治档案资料之外，及第三项转型正义后加政治历史等文字之外，其余皆与委员尤美女等二十三提案相同。委员林昌佐等提案等二十人提案第七条，对照尤美女委员提案第六条，除了第一项据首、第二项据中、第三项据中、第五项据末，将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修正为主管机关之外，及第一项第二款修正为二，依本条例第二十四条及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有异议之个案决定政治档案开放范围，及增列第三款三是否属于政治档案异议之咨询，其余文字皆与尤美女委员提案第六条相同。第二章，委员林昌佐等二十人提案第二章章名政治档案之征集。行政院提案第四条，政府机关构应于本条例施行日起六个月内完成政治档案之清查，并编制目录，依规定程序报送档案局，必要时得以延长期间不得逾六个月。档案局审定政府机关构管有之政治档案，应以检视档案目录或档案内容方式为之，必要时得邀请学者专家参与。政府机关构管有档案经档案局审定属政治档案者，应于指定期限内移转为国家档案，未移转前，应依本条例之规定妥善保管并提供应用，但依国家机密保护法核定为永久保密者，暂不移转。
为园林仓储等二审提案第八条，为征集政治档案，主管机关或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应邀其专家学者共同组成政治档案访查及征集小组，访视政府机关构政党附属组织、党营机构及非政府机关构，协助主管机关或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认定政治档案、政府机关构政党附属组织、党营机构及非政府机关构不得拒绝其组成及访视办法另定之。第二项，对照行政院提案第四条第一项，将六个月改为一年，其余条文相同。第三项，对照行政院提案第四条第二项，除了将档案局修正为主管机关之外，其余条文相同。第四项，政府机关构管有之档案经主管机关审定属政治档案者，自发文通知该政府机关构之日起，其国家档案其相关保存、解密、应用及等级依本条例之规定办理，政府机关构应于指定期限内移转主管机关保存，未移转保存前，应依本条例之规定妥善保管，并依主管指示提供应用，但依国家机密保护法核定为永久保密者，暂不移转。第五项，非政府机关构管有之政档案经主管机关审定属政治档案者，自发文通知该非政府机关构之日起及国家档案非政府机关构应于指定期限内移转主管机关保存，未移转保存前，应依本条例之规定妥善保管，主管机关得给予该非政府机关构合理补偿。第六项，非政府机关构于主管机关访视前主动提供政治档案者，主管机关得酌予奖励，若涉及违反第十三条规定则免罚，其奖励与免罚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第十条，政府机关构之研究机构或公社财团法人依第八条属于为国家档案，应移归主管机关保存者，若该研究机构确有保存政治档案之能力，经主管机关同意，得将政治档案暂时存放于该研究机构或公社财团法人。依前项暂时存放于研究机构或公社财团法人之档案，该研究机构应依规定，将政治档案保存于管理状况、年代、内容、概述等之清册，送交主管机关。行政院提案第五条，政治机关构管理管有政治档案予移转为国家档案前，应办理下列事项：一、档案立案及案件案卷量；二、层级编目；二、机密档案解降密检讨；三、档案整理装订及储存媒体可读性查检；四、档案应依规定格式及命名原则办理电子储存；五、档案应依案件层级续名开放应用类型，如有部分开放或不开放者，应续名其法规依据及开放应用要件或年限。前项第四款之电子档应于移转时并同提供。委员林仓佐等二十人提案第九条，政府机关对照行政院提案第五条第一项据中，将国家档案修正为主管机关保存外，其余条文文字相同。行政院提案第六条，政党附属组织及党营机构持有政治档案经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审定为国家档案者，应于该会指定期限内移归档案局管理，并由该会档案局及持有档案之政党附属组织及党营机构依审定清册储存记录，促转会应将前项审定结果通知相关机关。委员林仓佐等二审提案第十一条，政党附属组织及党营机构持有之档案经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审定处政治档案者，自发文通知日起及国家档案其相关保存、解密、应用等，及以本条例之规定办理，政党附属组织及党营机构应于指定期限内移转为国家档案归主管机关保存，并由该会主管机关及持有档案之政党附属组织及党营机构依指定清册做成记录，未移转保存前，应以本条例之规定妥善保管，并依主管指示提供应用。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应将前项审定结果通知相关机关。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依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第十一条解散后，本条之职务由主管机关办理。第十二条，依第八条所为之政治档案征集，不包含非政府机关构私人文书，但主管机关得向私人文书所有人或继承人借阅该私人文书，经主管机关复制后原件归还。主管机关依本条例自政府机关构征集之私人文书，主管机关应于复制后主动归还私人文书所有人，所有人过世或行踪不明者，应归还第二十一条第一项之近亲。第十三条，自本条例公布后，除主管机关外之政府机关构、政党附属组织、党营机构及非政府机关构不得收受出私人文书以外之政治档案，但已发布于公众或已公开出版或已为主管机关所保存之政治档案，或依法继承不在此限。第十四条，1945年8月15日起至1992年11月6日起，政府机关构之机关档案未经主管机关许可，
前暂停销毁，必要时得由政治档案咨询委员会认定。行政院提案第七条，档案局整理保存政治档案，应办理下列事项：一、档案编排描述及补正；二、档案保存状况检视及受损程度分级，并进行必要之修护；三、档案复制补储存；四、定期进行机密档案解加密检讨；五、其他必要事项。政治档案与保存期限届满或解密条件成就时，自动解除机密；保密逾三十年仍列机密等级者，除原移转机关后续名有保密义务之法规依据外，视为解除机密。政治档案应解除机密后，档案局应将解除之意识公告，并附之原移转机关后以及为必要之解密措施，不适用国家机密保护法及文书处理有关解除机密之规定。委员林昌佐等二十人提案第十五条，对照行政院提案第七条，除第一项及第三项据所知，档案局修正为主管机关外，其余文字条文相同。委员林昌佐等二十人提案第十六条，依第十五条第二项视为解除机密之政治档案，主管机关的依本条例之规定开放利用政治档案之原政府机关后，除不得依文书处理手册重新核定为一般公务机密外，重新核定机密需符合国家机密保护法第十一条自原核定日起算不得逾三十年规定，永久保密者需符合涉及国家安全情报来源或管道之国家机密，特殊情形者应经立法院同意延长其开放应用期限，违反三开规定者自本条例公布后失效，除依法仍需保密之政治档案，除原政府机关构对政府档对政治档案之开放应用不得外加任何限制或约定，自本条例公布后，请所加之限制或约定或不合第一项规定之重新核定机密失效。第十七条，主管机关指定之档案人员可依规定接触所有不开放政治档案，以及以档案法、国家机密保护法等尚未解密之档案，并依本条例对其执行必要程序之政府机关后不得拒绝。前项之政治特定档案人员因职务而获知之非公开资讯，除依本条例而执行相关之必要程序之外，有保密之义务，该保密义务不因档案人员之任务之任期结束而解消。委员尤明女等二十人提案第二章章名，委员林君信等十八人提案第二章章名，委员林昌佐等二十人提案第三章章名，皆为政治档案之开放应用。委员林昌佐等二十人提案第十八条，政治档案之开放应用，应在兼顾档案当事人之隐私权、资讯自由与转型正义研究和教育之法益，推动政治档案最广泛的应用，并以所有人提供利用档案资讯有功政治服务为原则。第十九条，为达成政治档案最广泛的应用，主管机关应将政治档案电子化，并以本条例规定开放应用，尚未完成电子化之政治档案，基于政治档案之重要性或保存状况，申请人对政治档案之阅览或复制的限于副本。第二十条，主管机关应提供所有政治档案线上查询资料库，包含已公开之政治档案依第八条第四项尚未移转主管机关保存之政治档案，依第十条暂存于其他研究机构或公社法人之政治档案尚未解密等未公开之政治档案，前项之线上查询资料库内容应至少包含政治档案之产生起始时间、保存状况、发文收文字机关、发文字号或起诉字号或判决字号，内容概要涉及人员、政治档案所包含之文件类型、文件页数、目前保存地点、以往申请应用许可情形及范围等，可供申请人初步辨识政治档案内容之资讯。档案当事人当个人资料及尚未解密之内容，可做必要处理。审计院提案第八条，档案当事人的申请与其本人所涉案件之政治档案，档案当事人死亡时，其配偶或民法第1138条各款所定继承人的申请之，依前条规定申请之政治档案，除有下列情形之一外，档案局应于指定场所提供阅览、抄录或复制：一、经依法规核定为机密档案；二、经移转机关后表示有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利益或对外关系推动之余；三、经其他档案当事人或其继承人表示不予公开之私文书。依第一项规定申请之政治档案涉及个人隐私者，档案局应于指定场所提供阅览、抄录成或就各涉及个人隐私部分经分离处理，使其无从识别特定之个人后提供复制，但经该个人同意复制者不在此限。前二项政治档案有第二项第二款情形者，自持应于档案届满五十年提供阅览、抄录或复制；有第二项第三款前项情形者，自持应于档案届满七十年提供阅览、抄录或复制。前项锁定其年限之计算，以该档案全案中文件产生日最早者为计算基准。档案当事人或其继承人对于
档案内容中与档案当事人个人相关资料之叙述任有错误或不完整者的简述相关证明文件申请加注补充意见附卷，机关依促进转移正义条例第六条第三项规定作成撤销有罪判决与其行保安处分及没收宣告之公告时，应附之档案局列为国家档案提供应用。第一项及第六项规定，档案当事人或其继承人得委任第三人申请办理。委员由美女等23人第七条，档案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申请政治档案应用，档案之保管单位应依各该政治档案资讯判定本法第三条第二项档案当事人及但书各款所称业务或事件负责人之或参与人之身份，失踪人或死难者之近亲为下列目的的申请档案应用：一、为失踪者或死难者之平反；二、为保障失踪者或死难者之人格权，如驳斥失踪者或死难且负责或参与镇压、调查、侦查、事情拘禁、起诉、审判、执行之指责；三、为理清失踪者或死难者之遭遇。近亲系指配偶、子女、孙子女、父母及兄弟姐妹、生父母、养子女、养子女之生父母亦属近亲。在有可信证据显示已无此异义之近亲存在时，三等亲内血亲亦属近亲。与失踪者或死难者留有其他指示或有可推知之反对意愿时，不适用本条第一项之规定。第一至第三项之人可委任他人为档案应用之申请。委员林金炫等18人提案，对照由美女等23人提案，除了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政治档案修正为政治档案资料之外，其余文字皆相同。委员林长佐等20人提案，第21条对照由美女委员等23人提案，第7条除将第一项第三行之档案之保管单位修正为主管机关外，及删除第五项，其余文字皆相同。行政院提案第9条，非档案当事人申请阅览、抄录或复制政治档案，依下列方式提供：一、届满30年之政治档案，依前条第二项及第三项规定办理；二、未届满30年之政治档案，依前条第二项规定办理。涉及个人隐私者，除经该个人同意，得于档案局指定场所提供阅览、抄录或复制外，不得提供。前项政治档案由不能提供情形者，其致辞提供阅览、抄录或复制年限，依前条第四项及第五项规定办理。委员由美女等23人提案第8条，申请人应检具身份证明文件，以书面、书面理由向政治档案之保管单位申请政治档案之应用。有涉人提出申请时，应证明其委任关系。政治档案应用有平反、赔偿、补偿或避免人格权危害之急迫情势者，得以书面、书面理由请求优先处理。政治档案之保管单位应就档案应用向申请人提供必要之咨询及协助。委员林金炫等18人提案第8条，对照由美女委员等23人提案第8条，除第一项居中及第二项居首、第三项居首政治档案修正为政治档案资料之外，其余文字皆相同。委员林长佐等20人提案第22条，申请人应检具身份证明文件，以书面或书面理由，以网络或其他方式向主管机关申请政治档案之应用，由受任人提出申请时，以证明其委任关系。第二项与由美女委员等23人提案第8条第二项相同。第三项，主管机关应就档案应用向申请人提供必要之咨询及协助。行政院提案第10条，政府机关购借调政治档案，除了第8条第二项第二款或第三款情形外，档案局应提供阅览、抄录或复制。借调机关机密档案者，应现金原移转机关购同意后为之。前项政治档案有不能提供情形者，其致辞提供阅览、抄录或复制年限，依第8条第4项及第5项规定办理。委员由美女等23人提案第10条，公务机关或行政院所设裁判法人28事件基金会，于执行职务时未达成下列目的，得以书面向政治档案之保管单位调阅政治档案：一、档案当事人、失踪者及死难者之平反、赔偿或补偿；二、人格权之保障；三、理清失踪者之遭遇与未经明确的死难案件情势；四、理清政府的财产状况；五、审查下列人于民国34年10月5日至民国80年5月22日之间，是否曾负责或参与镇压、调查、侦查、事情拘禁、起诉、审判或执行。一、当事人指于中央、台湾省及各地方行政机关之公务员及其他具有公法职务关系之人；二、当事人指于立法院、监察院、台湾省议会及各级地方议会之民意代表；三、当事人指于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地方党部及党营机构之人；四、当时各级法院之法官及检察官；五、当时各级军事法院之法官及检察官，但当时未满18岁者不在此限。六、审查应证或担任本法第5条政治档案业务人之人，于民国34年10月5日至民国80年5月20日之间，是否曾负责或参与镇压、
调查、侦查、施行拘禁、起诉、审判或执行期、处理受训事宜，侦查应用有平反、赔偿、补偿或避免人格权危害之起迫情之者，得以书面续名理由请求优先处理。委员您经训等18案提案第十条，对照由民委员提案第十条第一项，居中新增或行政院所设成员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等文字及句末政治档案修正为政治档案资料之外，其余文字皆相同。委员林长佐等20人提案第27条，政府机关构与行政院所设成员法人28事件事业纪念会于执行职务时未达成下列目的，得以书面向主管机关申请政治档案应用。除了第一项句中政治档案自报管单位调查调阅政治档案修正为主管机关申请政治档案应用之外，即第五款、第六款之时间期间修正为1945年8月15日起至1992年11月6日止，即第五款句末增列或违反自由民主宪政侵害人权，及第八款增列其他依法办理之事项外，其余文字皆相同。行政院提案第11条，政治档案中所在公务员、证人、检举人及消息来源之姓名、化名、代号及职称，应提供阅览、抄录或复制。委员由美女等23提案第9条，申请人所有应用包含其个人资料之政治档案之权利，申请人阅览、抄录或复制政治档案副本时，档案中其他档案当事人之个人资料应予遮掩。申请人阅览、抄录或复制政治档案副本时，档案中关于本法第三条第二项但述各款所称业务或事件之负责人或参与人之姓名及其他可识别之身份及资讯应完整揭露，不适用勘乱时期减速匪谍条例第四条第二项之规定。本法第三条第二项但述各款所称业务或事件之负责人或参与人与行为时未满18岁时，不适用前项规定。答案当事人对政治档案中与其个人资料相关之叙述有不同意见者，得请求加注个人意见附卷。委员林俊宪等18案提案第九条，对照由民立委提案第23案提案第九条，除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据首，政治档案修正为政治档案资料之外，其余文字皆相同。委员林长佐等20人提案第25条，主管机关收受第24条之申请时，应以本条例规定之方式提供阅览、抄录含档案当事人个人资料者，而需复制者，主管机关应考量申请之任务范围或目的是否符合本条例宗旨，以及申请之档案应用范围是否符合达成该使用目的所需，或申请人之公益性，并依下列准则决定复制范围，但经该档案当事人同意者不再实现：一、不按档案当事人个人资料者，应准予复制；二、含档案当事人个人资料者，应考量个人资料之类型：一、与档案当事人所处之政治性无关，或为病例、医疗、性生活、健康检查、枪决前后照片之个人资料，原则不予复制；二、一般未理解档案为当事人所需之姓名、教育、家庭等个人资料，原则予以复制；三、对于档案当事人所处之政治事件过程之描述，原则予复制；四、包含现任或曾任公职档案当事人之个人资料，但仅限于与其当代重要性以及公职履行相关之部分，原则予以复制；五、其他与档案当事人所处之政治事件相关之个人资料之复制范围，主管机关得订定相关标准。三、政治档案之开放应用，主管机关应特别顾及该个人资料是否透过人权侵害取得，而为必要之说明或注解。四、政治档案中关于第三条第二项单数各款所称业务或事件之负责人或参与人之姓名及其他可识别之身份之资讯，对于任何申请人应完整揭露，不适用勘乱时期减速匪谍条例第四条第二项之规定。政治档案中所在公务员、证人、检举人及消息来源之姓名、档案员在是化名或代号及职称应完整揭露。六、政治档案中政府机关或之前程拟办批示等内部单位之拟稿或其他准备作业应完整揭露，不适用政府资讯公开法第18条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第三款之规定，依第一项之审查结果，主管机关应予档案当事人个人资料全部遮掩、部分遮掩、不遮掩后提供复制。第26条，政治档案中之个人资料中，之个人资料之公开发表、出版、展示或其他形式之公开利用，仍需依第25条遮掩相关个人资料，其办法由主管机关另定之。行政院提案第12条，档案局就第8条至第10条规定之申请
做成决定前得以书面通知，档案移转机关后或相关机关后表示意见，受通知机关后应有时日内表示意见，借其未表示意见者视为违建。申请阅览、抄录或复制政治档案，如有平复司法不法赔偿、补偿或避免人格权受侵害之急迫情势者，申请人得以书面叙明有请求优先处理。委员拥立的23天第十一条，收受阅览、收受调阅申请之机关应决定政党案以信用之申请是否符合本法所需可之使用目的，是否符合申请人之任务范围，以及未达成该使用目的所需之档案应用范围，不含档案当事人个人资料者，应准应用；含档案当事人个人资料者，档案保管机关应申请目的及第九条的规定决定准予应用范围。委员林清训等18人提案第十一条，对照游明女等23天第十一条，据首、据中、据末之政治档案修正为政治档案资料之外，其余文字皆相同。委员由美女等23天第十二条，政治档案之保管单位依据本法第十条及第十一条，将档案当事人之个人资料提供与公共机关或行政院所设财团法人28事件记忆基金会应用时，应通知档案当事人，但档案证人已经其他途径得知或该通知行有治安难行之情势，得免除该通知义务。委员林清宪等18人提案第十二条，对照游美女等人提案第十二条，除据首、据中政治档案修正为政治档案资料之外，及据中正列行政院之外，行政院所设财团法人借人实际不当判乱即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之外，其余文字皆相同。委员林长佐等20人提案第28条，主管机关依据第21条，将档案当事人之个人资料提供与公共机关或行政院所设财团法人28事件记忆基金会应用时，应通知档案当事人，但档案证人并无重大法益受侵害之余，得免除该项通知之义务。委员庸美女等23第13条，公务机关及非公务机关228事件及国家总动员戒严及动员抗日时期之政治历史研究及公民转型争议教育之目的，得以书面叙明理由，向政治档案之保管单位提出档案应用之申请。基于政治档案之重要性或保存情况，政治档案之阅览得限于副本之阅览。委员林清训等18人提案第13条，对照游美女等23提案第13条，除了第一项句末政治档案修正为政治档案资料之外，其余文字皆相同。委员庸美女等23提案第14条，政治档案之保管单位于接获前条申请时，应依下列各款规定决定档案开放应用范围：一、不包含个人资料之档案，包含已公开个人资料之档案或个人资料已申请之档案副本；二、包含本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第二项但书各款所称业务或实践之负责人或参与人之个人资料之档案；三、包含现任或曾任公职之档案当事人之个人资料之档案，但仅限于与其当代重要性及公职履行相关之档案；四、具有档案当事人书面同意之含个人资料档案，该书面同意必须注明研究计划或起源计划之提案人姓名、主题及持印人姓名；五、包含死亡30年以上死者之个人资料之档案，死者之卒年不详或确认成本过高时，该档案应在死者生年110年后开放应用，不得以本款规定限制前述第一至第四款之档案应开放应用。六、不符第一至第五款要件，但符合下列要件之政档案应开放应用：一、该个人资料为执行大专院校或其他研究机构之学术工作之必要所必要；二、个人资料之遮掩与上述目的不相容或遮掩成本过高；三、应用该资料之人为公务员或依专业规则负有义务者。政治档案中之个人资料之出版、展示或其他形式公开利用，请限于下列情形：一、个人资料已公开；二、一、本法第三条第二项但书各款所称业务或事件之负责人或参与人之个人资料；三、已涉及其当代重要性及公职履行之范围为现任或曾任公职者之个人资料；四、获得个人资料所涉及之本人同意；五、涉及此人之个人资料时，该死者已死亡30年以上、卒年不详或确认成本过高时，已满死者生年111年，不得以本款规定限制前述第一至第四款个人资料之公开。决定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及第六款之档案是否开放应用，及第二项、第三款之个人资料是否公开利用时，个人档案之保管单位应特别顾及该个人资料是否透过人权侵害而取得。第二项对个人资料之公开，若引发档案当事人之答辩时，应将档案当事人之答辩并入个人资料中一并保存。该个人资料再次公开时，必须纳入该答辩。委员林俊信等18人提案第14条，对照游美女委员
等二十三提案第十条除第一项据首第一项第六款第二项据首第四项据首政治档案修正为真档案资料之外，其余文字皆相同。我原名仓佐登实案第二十三条，主管机关与接获政治档案应用申请时，应依下列类型决定政治档案开放应用范围：一、不包含档案当事人个人资料之政治档案，包含已公开档案当事人个人资料之政治档案或档案当事人个人资料已全部或一部分遮掩之政治档案；二、包含第三条第二款但书各款所称业务或事件之负责人或参与人之个人资料之政治档案；第三款与委员有名义的二三提案第十条第一项第三款相同；第四款经依法核定为机密档案且包含档案当事人之政治档案仍未达第十五条第二项之解密条件；五、第五款经所有人或其继承人表示不予公开之私文书。委员林长佐等二十人提案第二十四条，主管机关应给予档案当事人或其近亲或其法定代理人前条第一项至第三项政治档案开放应用第二三条第四款必要时，主管机关得咨询政治档案员政府机关购置意见第二十三条第五款以和申请人所处之政治事件有关者为限。档案当事人对于政治档案中与其个人资料相关之叙述有不同意见者，得请求加注个人意见附卷。主管机关应给予档案当事人以外之一般申请人第二三条第二款第三款开放应用，一般申请人为执行学术研究工作所必要，经说明相关研究计划后，主管机关得比照第一项之规定供研究使用。本条各项申请人若取得第二三条第五款所有人或其继承人同意者，主管机关应开放应用，未取得同意者最迟应于私人文书所有人死亡后开放应用。第二十九条，主管机关应将申请应用审核结果以线上或书面方式通知申请人及相关机关，并视政治档案之性质，使申请人线上应用、现场应用或其他主管机关指定之方式。第八条第五项暂未移转、保存与第十条暂时存放之政档案一同。委员用命令等二十三条第十五条政治档案之保管单位依十四条第一项第三款处理政治档案之开放应用时，应即通知相关档案当事人，使其能对档案之开放及开放内容提出异议。该机关应将此异议纳入考量，但档案当事人并无重大法益受侵害之余，或通知不可能，或显然治安难行时，得免除该项通知义务。委员林俊信等十八人提案。第十五条，对照由委员用命等二十三提案第十五条，除句首、句中、句末之真档案修正为真档案资料之外，其余文字皆相同。委员林长佐等二十人提案第三十条，依前条至暂未移转、保存与暂时存放之政府机关购应用政治档案时，若申请人对于该政府机关购未依本条例提供应用有疑虑时，申请人得现场提出异议，并陈述理由，倾向异议得以口头为之。认为有理由者，该政府机关购应更正行为；认为无理由者，现场填具将异议之理由及异议理由之回应制作记录交付之。主管机关收受异议记录后，若申请人有理由者，应通知该政府机关购应更正行为。委员用命令等二十三提案第三章官方之政治档案研究。委员林俊宪等十八人提案第三章政治官方之政治档案研究。委员用命令等二十三提案第十六条，为推动关于二八事件及国家总动员戒严及动员抗日时期之历史研究与公民之转型正义教育，国史馆具有下列职权：一、二八事件及国家总动员戒严及动员抗日时期相关民间档案之征集；二、政治档案数位资料库之建立；三、政治档案汇编之编纂；三、四、奖励推动关于二八事件及国家总动员戒严及动员抗日时期之历史研究及出版。委员林金宪等十八人提案。第十六条与委员尤美女等二十三天第十六条相同。委员尤美女等二十三天第十七条，为执行前条职权，国史馆对政治档案之调阅与出版准与出版与出版准用本法第十至十三条及第十四条第二项至四项之规定。委员林庆炫等十八人提案第十七条。对照由美女等人提案第十七条，除了据所政治档案修正为政治档案资料外，其余文字皆相同。委员由美女等二十人提案，与委员林俊宪等十八人提案第四章皆为负责。
行政院提案第十三条，申请阅览抄录或复制政治档案之收费标准由档案局定之，档案当事人申请其所涉案件之政治档案，同一档案免收一次费用。当事人死亡时，由其配偶或民法第1138条各款锁定继承人申请者一同。委员尤美女等23天第18条，申请阅览抄录或复制档案经核准者，各机关得依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所定标准收取费用。委员林俊信等18人提案第18条，对照尤美女等人提案第18条，除据守政治档案修正为政治档案资料外，其余文字皆相同。委员林长所等20人提案第31条，申请阅览抄录或复制政治档案之于收费标准由主管机关定之，但该收费标准应合理定，不得成为申请应用政治档案之阻碍。档案当事人申请其所涉案件之政治档案，同一档案免收一次费用。当事人死亡时，其近亲申请者一同。行政院提案第14条，开放政治档案如涉争议事项，得由档案局邀集相关机关或团体代表、学者专家及社会公正人士审议之，并排除第11条所列人员。第15条，第委员林长佐等20人提案第4章章名负责。行政院提案第15条，因申请或揭调政治档案所知悉之档案内容，应依相关法律保护规定使用之，违反前项规定者，依有关法律处罚。委员尤美女等23条第19条，违反本法第9条第2项、第9条第4项、第11条第14条之规定，将本法规定不得开放含个人资料之政治档案正本或副本全部或一部公开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200,000元以下罚金。但档案当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公务员假借职务上之权利、机会或方法犯情项之罪者，加重其刑至1/2。本法第3条第1项所规定之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员机构不依本法规定开放政治档案应用时，档案局得限期令其开放，期限届满而仍未开放者，得处以10,000元以下代金，并得连续处罚之。委员林敬炫等18人提案第19条，对照尤美女委员提案，除了第一项刑期由2年修正为5年，罚金20,000修正为50,000，及第二项加重其刑至1/2修正为1/3，及第三项中国国民党修正为政党，剧中增列戒严时期不当叛乱即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政治档案修正为政治档案资料之外，即10,000元代金修正为20,000元以下代金之外，其文字皆相同。委员林昌佐等20人提案第32条，违反第25条，将本条例规定不得开放含个人资料之政治档案正本或副本全部或一部公开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科或并科新台币20,000元以下罚金。但档案当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故意毁弃、损坏、隐匿之方式，或致令政治档案不堪用，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未遂犯罚之。公务员假借职务上之权利、机会或方法犯第一项及第二项者，加重其刑至1/2。政府机关、政党、附属组织及党员机构，以本条例负有行为义务而不为，或负有不行为义务而为之者，经主管机关通知借其仍未改正者，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并得按日连续罚之。非政府机关或违反第13条，处新台币100,000以下罚款，并得按日连续罚之，至移归主管机关保存。委员尤美女等23条第20条，本法关于政治档案开放应用之信息者，由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定之；本法关于政治档案研究之信息者，由国史馆定之。委员林金训等18人提案第20条，对照尤美女委员提案第20条，除据守政治档案修正为政治档案资料之外，其余文字皆相同。委员林昌佐等20人提案第33条，本条例之信息者，由主管机关定之。行政院提案第16条，与委员林昌佐等20人提案第16条，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委员尤美女等23提案与委员林俊信等18提案第21条，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定之。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所有的提案都已经宣读完毕。那么我们，好，我们做一下决议啊。今天个案呢、均令择期再行处理。好，现在散会。